保持雙手清潔，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咧就係勤啲洗手啦。咁我就會用簡易啦，同埋清水啦。咁你搓手時候咧，最少咧係要用20秒嘅上下裏邊咧，手指甲啊、手指尖啊咁樣。咁之後咧用清水過啦，再用抹手指抹乾，咁就會減低病菌、細菌埋身啦。嗱，手機咧同銀包呢啲隨身嘅物品，出個街翻屋企咧，記得要消毒啊！用一啲酒精嘅擦手液，或者消毒嘅濕紙巾抹下佢，咁啊安全好多啦。要避免疾病大規模爆發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噶。尤其是小朋友同老人家，佢哋嘅抵抗能力比較弱，所以一定要做足保護措施。全民健康，逆境自強。